大家好，我是老田，今天跟田嫂还有依依又来老家蹭饭来了。橘子他因为要上学就没上来。那田嫂坐在那里，四平八稳的。你看，我吃饱饭了，我要休息一下，吃的太多了。田嫂说："我老妈这里做的饭好吃点，家里做的那个煤气灶的没这个柴火灶的好吃是啊。"是。今天是炖的鱼跟那个油豆腐，感觉特别好吃，田嫂都吃撑了。你这个吃下去的话，150等着你。不要。电会你拿不去？包包，去哪拿个包包啦？包就给压岁嘛。老板没个啦？装好了没有？看看不要有烂的啊！这个是不好的，都挑出来了。几箱？十一，十二箱是吧？那吃的里面是吗？放哪里呢？前面也可以放，这边也可以放。擦一下是吧？田嫂在研究这个红糖是真的是假的。粉了就真的是吧？我那红糖不那不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有了粉，这什么？然后呢？啊？然后是这个新的。这是谁给你买的？我妈妈。你妈妈给你买的？你妈给你买的，我就不吃了。拿着，是给妹妹的。给妹妹的。拿去给你上火。那你尝一下，很好是吧？这里一个里面几颗？就核桃啊？没有盐了。然后呢？都会掉下。没有盐啊？没事，过来。来，你妈来。来，我现在烤一下。你都说人家烤，是妹妹服了，服掉了。明明，这手工红糖要不要吃？明明，这红糖不敢吃。可以，这糖可以。来，那这里，这个有一位阿姨给你的，给你100块钱买那个学习用品的，那一把是给妹妹的。你不谢谢阿姨啊？你要关心是吧？你给别人么子？你帮我谢谢那个阿姨啊！好，给你买学习用品呢，记得学习用品。不要买别的。不要买那个饮料，不要买那多玩具，好不好？别的没差个。那学习用品，年年差回去差新回家，给我回家去。不能买玩具。是没学习用品个。对。给妈妈，是那个阿姨的心意。对。你要好好学习，知道吧？你要听话。我跟你说，哥哥。我不要，我直接给妈妈。那你等下给奶奶啊。我没有。哪一点亏钱了噻？那一点点把它钞给闭了，再帮妹妹。妹妹拿到。听说这个吃脑不脑？我都给拿到啊，这妈妈给拿到，我也不必拿钱，我拿钱，我待会儿要了我给。不要。买学习用品。好吧。多买点。书本看，知道吧？我不要。你要喜欢吃红糖，你就拿点。哎呀，我吃的不几分好。那个大红糖怎么不够？盖得够，盖得够就够。走了。喵。走。喵。好了。甭管了，你作业写完了没有？写完了。阿姨回去了啊。跟爷爷奶奶再见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走了。拜拜，买个家。哦，拜拜了啊。拜拜。